是求过平面上三个点的圆方程式，给了你三个点，然后要求圆方程式，但就是最讨厌的土法炼钢。来，假设我们的圆方程式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dx 加 ey 加 f 等于零。接着呢，请你把这三个点塞进去。来，四加零加二 d 加零加 f 等于零。然后再来三负三塞进去，九加九加三 d 减三一加 f 等于零。负一负一，来一加一减 d 减一加 f 等于零。好的，整理一下，二 d 加零加 f。等于负四，我为什么那个零要写出来？因为这样比较对齐啊，比较好看。那是我的习惯啦，因为反正零又没有影响。然后再来第二行呢，是二 d， 哎，三 d 减三一加 f 等于负十八。再来负 d 减一加 f 等于负二。三个未知数，三个方程式，其实我还蛮讨厌解这个的，但是既来之则安之。来，第一式、第二式、第三式。好，我们把第二式减第一式得到什么 ？d 减三一等于负十四。然后再来呢，第三式减第二式，好的，好，不要，我用第二式下去减，为什么？这样才会是正的。好，第二式减第三式，三 d 减 d， 所以就变四 d。好，负三一减负一，所以就变减二一。ff 不啊，来减十八，负十八减负二，所以变负十六。这一式我又可以把它化简，变成二 d 减一等于负八。觉得这种带来带去的题目真的很痛苦。换个颜色看心情会不会好一点？好吧，来第四式、第五式，我们用第五式减掉，我想把。d 消掉嘛，所以第五式减掉第四式乘以两倍，好，所以二 d 减二 d 没了，负一减负六，所以变五一，在这里负八减负二十八，所以是变加二十，好，所以一呢就等于四。带回去第五式，为什么会大舌头？来，带回去第五式 d 等于多少？这边是减四，移过去就变加四，所以这边负八加四，所以就是变负四除以二，所以这也是负二。来 f 呢，我就塞回去第一式，来 d 是负二，所以这也是负四，负四加什么会变负四？当然是加零喽。好，中间的这个解联立的过程呢，基本上你应该是都要自己会的啦。来，圆方程式。x 平方加 y 平方减 2x 加 4y 加0等于0，那我们就算完了哦。